欢迎各位同学收看《证券市场》第二章《股票与存托凭证》。本课程将由我廖彩如在这里与同学一起讨论。本章主要讨论普通股、特别股还有存托凭证。我们先来讨论两种股票的类型，让同学对于普通股有一些初步的认识。第一档我们要介绍中华电，第二档我们要介绍橘子。中华电它是处在一个特许的行业，它是在台湾市场中是属于寡占的行业，每年呢都有投入大量的资金去建造他们的机房、基地台，所以它的进入门槛相对非常高，所以它的获利也很稳定，因为没有人可以跟它竞争。即使在景气的下滑，或者是中美贸易战的这个情况下，或者是其他的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其实股价都能够维持相当的稳定。而第二档橘子，橘子呢，它是属于游戏的产业。橘子的 EPS 就是它的每股盈余，在2015年它是赚2.5块钱，可是，在2016年它是亏损2.5块钱，所以一年赚一年亏，所以它这样子的游戏产业其实获利非常的不稳定。虽然它在2017年代言了一款韩国手游，获利上有上升，可是它的基本的核心竞争能力其实没有建立起来，它的获利是受到考验的。我们可以比较中华电跟橘子的一个获利图，从2010年到2017年，中华电它是相对稳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EPS 呢都在这个5块钱左右，1.5块钱左右。那每年配发的股利也是5块钱。在橘子的部分 ，EPS 则是忽高忽低，有正的2.5元，也有负的2.5元。每年配发股利的部分也是非常的不稳定，而且金额相对低很多。当企业营运绩效的波动，其实它就会影响到股价的这个波动。我们看中华电呢，它是一个上市的公司，股价呢虽然有一些的波动，但是在2016年它的股价最高是115块钱，2018年其实也还有105块钱，整体来看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变化。可是呢，在橘子的股价的部分，它波动就很剧烈咯，在2017年可以涨到114块钱，可是在2018年腰斩了，降了 50%，跌到了65块钱，所以代表这样子是股价变动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呢，在股市空头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考虑中华电，因为它比较不会受到景气循环波动的影响，而且也因为它有持续的竞争优势，我们就不用担心外在环境的变化，我手上的股价也是能够这个维持稳定的。相对的，如果我们投资了橘子的股价，它的波动呢就会很大，那比较不适合长期的持有。对应到本章的学习目标，中华电与橘子的股票，中华电它是上市的股票，而橘子是上柜的股票，它都是本章所讨论的这个普通股。普通股的优点，它就是有盈余分配权，股票在上涨的时候，它可以赚到一些资本的利得，但是它也有一些缺点，像是我们刚才讲的橘子，它的获利呢就很不稳定，股价下跌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投资者的利益。除了普通股以外，投资者你也可以选择要买特别股。什么是特别股？就是我们会设置一些特别的发行条件，而投资者你在买购买前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除了普通股、特别股，我们的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的存托凭证。存托凭证呢，就是外国人到台湾来发行，或者是台湾人到外国去发行股票。那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就是要跟同学叮咛，股票投资的风险包含我们的系统风险，还有非系统风险，这个都是我们投资标在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首先呢，我们介绍普通股的部分。普通股基本上就是享有一些这个一般股东的一个权利，那当然他也要承担经营的风险，接受公司经营的成败。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游戏橘子的股票，他如果营收不好的时候，他的股价就会下滑，这时候投资者的获利呢就会降低。而普通股的特性基本上
我们可以分成五大类，有分派盈余，有优先认股，有有限清偿责任，剩余财产分配权，还有投票权。接下来我们先看第一个，叫做分派盈余。分派盈余呢，它主要就是发放现金股利或者是股票股利，例如台积电，它在2017年发放了8块钱的这个现金股利，它在2016年也有7块钱，2015年有6块钱，所以呢，从6元、7元、8元这样子，现金股利的不断攀升，其实也代表台积电它的获利是逐年上升的。第二个我们要介绍的是有限清偿责任，投资者他只需要根据我们买多少的股票，出资多少的金额来负担公司的债务，就是最多你只会赔到你当初购买股票市价的一个总金额，其他公司额外的债务其实都不会算在投资者的账上。第三个就是他的优先认股权，这个是公司他在发行新股，也就是公司第一次 IPO 再来他要现金增资的时候，他除了遵照主管机关的规定，留10%-15%让公司的员工认购以外，其他的需要由原有的股东按照他的持股比例来做分配。所以优先认股权的做法，其实是让原有的股东在公司发行新股的时候，他可以有优先认购新股的权利，让原有的股东他的股票的控制权能够维持不变。而什么是股票的控制权呢？分子我们就是放已持有的这个股数，分母我们就是放发行公司已流通在外的股数。当公司发行新股的时候，我们会让公司流通在外的股数变大，就是分母变大。而当你的分子如果不变的时候，这时候这整个持股权就会降低，会被稀释。所以如果你要维持股票的控制权，必须要让原有的股东依照他持股的比率来认购新股，也就是增加我们分子的部分，这样子整个股权才不会被稀释。而且在认购的时候可以以相对低一点的价格来认购，所以优先认股权是保障股东权利的一种做法。而第四种我们要介绍的是剩余财产分配权。剩余财产的请求顺序，就是当公司清算破产的时候，谁会第一个拿到钱，就是公司的债权人，接下来是特别股的股东，最后才是普通股的股东。所以普通股的股东在这一部分他的权利是较弱的。而第五个股票权、投票权，就是普通股的股东他是所有权人，虽然呢他对于公司的经营其实没有太大的参与，可是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权利，就是投票选举董事的权利。那选出来了以后，他们就组织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里面权力最高的单位，那选举董事的投票权就会变得很重要。因为董事会成立以后，我们就可以选出适当的董事长、经理人来管理公司。我们以永大为例，它是机械业，在公司中呢，它是设置6席的董事，还有3席的这个独董。在2018年6月的时候，公司派跟市场派，它积极的抢夺公司董事的席次，因为董事席次拿到比较多数的，在公司的议案的决策的时候，就会比较有多的胜算。因此呢，普通股的投票权就会变得很重要了。在介绍完普通股的特性之后，我们接下来讨论普通股的优点。对投资人来讲，普通股的优点就是流动性很快，它很容易变现。我今天在市场上买了，我明天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然后可以灵活的运用资金。对公司来讲，它没有到期日，不用每月向银行付固定的利息，而这样子的长期的资金也可以让公司很安心的、很加速的做成长。再者，普通股它有分上市、有上柜的，透过上市跟上柜，它在市场上的名声就可以提升公司的知名度，也可以帮助公司可以筹资、找到更好的人才，甚至可以用股票股利分红的方式来吸引人才。而普通股它其实也有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它的股利不能够完全扣抵所得税，那必须要并入我们的综合所得税里面中计算。所以，如果你是大户，
你是高所得的投资者，其实你要很仔细的考量是否要参与公司的配息。而第二个就是公司状况不佳的时候，股价其实是会下跌的，投资者就会面临到损失。接着我们讨论普通股的面额哦，普通股的面额就是代表公司的资本数额，普通股的股面额通常是10块钱，可是到了2014年的时候，他就取消了10元的制度，因为政府他想要鼓励新创的事业哦，所以他就用了弹性面额的制度。比如说，我们举 F 泰锦哦，他在2002年8月的时候，他就登陆到外国的新贵股票，那每股的认购价格是30块钱，而普通股。它除了有面额这个数字以外，我们也常听到账面价值。而什么是账面价值呢？就是每股的净值哦，就是用股东权益减掉流通在外的，除以流通在外的股数。股东权益就是资产减负债，而普通股的净值代表的是普通股的股东他所拥有的价值。净值如果越高，就可以拿来作为我们投资的依据。而第三个数字就是普通股的市价，普通股的市价代表的是买卖过程中成交的价格。一档股票的市场的价值，就是代表股票的市价乘上流通在外的股数。那如果普通股的市价，其实也代表市场上的领先指标，而这代表的是为什么叫领先，就是它的股价其实是可以提前反映市场经济的状况。而关于市场的价值呢，台湾很有名的就是十大全职股，这同学一定要知道，就是很稳健的股票，例如台积电、鸿海、大立光，还有中华电哦。那还有这个比较塑化业的台塑的四宝哦，台塑化、台塑、台化，还有南亚。那金融业的部分就包括富邦金，包括国泰金，所以投资者你在选股的时候也可以考虑这一些相对稳定的全职股。接下来我们介绍特别股。特别股呢，它是享有特殊权利的，或是某一些权利它是受到限制的。那风险的顺位呢，债券的风险最小，接下来是特别股，那最大的就是普通股。那由于特别股它比债券还要高一些风险，所以呢市场上就会给它再多 2% 的报酬。而特别股我们会依它的条件分为下列数种哦，包括我们的永续特别股。永续特别股呢，它是没有到期日的，它会每年发给这个特别股的这个股利。而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参加的特别股，它是可以参加普通股盈余分配的，也就是说它除了领特别股的股利之外，如果普通股的股东它有分配到盈余，而这种参加特别股它也可以领到这份的股利。所以呢，普通股的盈余分配的程度，它是可以分成全部参加，也可以分成全部参加或部分参加。而另外一种当然就是非参加特别股，你只能领特别股的股利，你不能够参加普通股盈余的分配。而第四种就是我们的赴任股权转换的特别股，那这是指特别股它可以转换成普通股的权利，所以但是呢，它如果一转换，它特别股的权利就消失了，就变成是普通股哦，所以这个是可转换的一个特别股。而第五种我们要介绍的是可收回特别股。可收回是指谁收回？是指公司，公司它未来可以依约定的价格把买回来股票的一个权利。而第六种我们介绍的是可卖回的特别股。可卖回的特别股是指股东可以把股票卖回去给公司的权利。所以可收回跟可卖回的主体我们要特别注意哦。可收回是指公司可以收回，而可卖回是指投资者可以卖回。而第七种我们要介绍的是累积特别股。而什么是累积呢？假设今年我的盈余不够，公司没有办法发给投资者股利，这时候这份股利是可以累积到下一个年度跟明年一起发放。比如说台泥的特别股，它就是一档累积的特别股。而另外一种相对类型就是非累积特别股，我们以
富邦甲种特别股，简称富邦特，来做介绍。富邦特它是在105年4月初的时候，它为了提高资本的市足率，也为了购并的需求，所以它就发行了6亿股的甲种特别股，它也筹资了360亿元。那以富邦特为例，特别股的投资报酬率是多少呢？富邦特在105年的时候，它的发行价格是60块钱向市场筹资，那并且配发特别股的股利是2.46元，而这代表它的投资报酬率就是2.46元除以60块，所以是4.1%，这个是很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市场上只能定存大概1.5%。配息率虽然不错，可是要收得到配息才算数。所以事实上呢，富邦特它不是一个累积型的特别股。所以说，如果今天富邦特它今年没有盈余，而且也不打算发放股利，或者是它的盈余不足，它没有发放股利，明年其实它也不需要去发放去年没有发的特别股的股利，所以这也不构成特别股的违约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年你没有拿到2.46元的股利的时候，你的投资报酬率就不是 4.1% 了。另外一个部分，富邦特它是一个可赎回的特别股，当它7年届满的时候，它就有权利用发行价格60块钱，公司把特别股买回来。所以投资者当初呢，他是用60块钱的价格买进。如果富邦特买回来的时候，低于60块钱的买进，那富邦特如果买回来的时候，对投资者就不划算了哦。那除非呢，投资者他在买的时候，他是低于60元买进的时候，这时候股利的殖利率才会上升哦。那由于特别股它会限制某一些权利，它的流动性其实是相对低的，因为有一些人他其实不喜欢投资特别股，所以一旦如果这个特别股可以拿到集中市场上去做交易，让它的流动性增加哦，因为在集中市场大家很容易买卖。那富邦特它就是在105年的时候，它就这个在集中市场挂牌交易，增加它的这个流动性，那也让投资者更愿意投资。那虽然呢，富邦特它每年呢，这个我们说它可以决定发不发放特别股的股利，可是不发放特别股的股利其实可能性不会太高。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我们这个就是公司的流程，它必须要先发放特别股的股利，才能够发放普通股的股利。而富邦金它过去的发放记录非常的良好，从民国的90年到104年，总共经过15年当中，其实只有一年没有发放股利，所以就代表它一定有先发放的特别股，才发放了14年，它就发放了这个普通股的股利。再者，我们可以看到富邦金哦，它连续2年的税后净利都在这个600亿元以上，那所以要这个支付15亿的特别股的股利，其实并不是难事哦。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特别股它的优点。对特别股的股东来讲哦，它的盈余分配其实是优先于普通股，那对特别的股的股东它是比较有保障的。而对于发行公司来讲，它是没有到期期限的哦，就是富邦特它7年到期的时候，公司它可以决定我要不要赎回，我如果不赎回也不会有资金周转的这个压力。那特别股它也有一些缺点，对特别股的股东来讲，其实呢没有强制公司一定要发放股利哦，像我们刚才讲的非累积的这个特别股，那流动性就会比普通股还要差。除非像我们刚才介绍的富邦特的这个股票到最后有拿到集中市场去挂牌，它才能够提升它的流动性。那特别股它也是一个利率敏感型的商品哦，像现在美国不断的升息，公债殖利率不断的上升，所以特别股呢在这个市场上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高的吸引力。可是像之前这个负利率的时候，大家其实很喜欢买特别股。那而且呢，在景气很好的时候，其实特别股的表现也不太好，因为大家觉得景气很好，那我就去投资普通股就好了，其实我就不要投资特别股，因为普通股我们可以去赚资本利得，特别股我就只能赚固定报酬。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三种这个金融工具，就是我们的存托凭证。
存托凭证呢，它代表的是本国的发行人到外国去发行股票，或外国的发行人到本国来发行股票。而存托凭证呢，它是依公司，我们先依公司有没有参与发行的过程来介绍这样子的存托凭证。我们可以分成参与型跟非参与型。我们先介绍非参与型公司它的这个发行的流程哦。有价证券的发行公司，它先将股票卖给了外国的投资银行或者是股东，而外国的投资银行或者是股东，他在讲把这些股票去签这个存托契约，然后呢，这个存托机构他再与保管机构去签订这个保管契约。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有价证券的发行公司来说，其实他没有筹措到资金，他纯粹只是把钱卖给了投资银行，那投资银行再来转到国外去发行。所以这种非公司参与型的存托凭证，它的审查程序是很简单的，因为它并没有增加新的筹措资金的功能。而第二种叫做公司参与型的存托凭证，公司怎么样做参与呢？在有价证券的发行公司与存托机构之间，他们是会先签订存托契约的，两者呢，他会先发行共同发行存托凭证，所以它是有筹资的功能。有价证券的发行公司，它这时候因为有筹措资金，它必须要提供财务业务的资讯给存托机构，而存托机构呢，把钱股票的部分，他就跟保管银行签订保管契约。而因为有参与发行，所以他的审查就会比较严格，而代表他也有发行新股，他也有筹措资金的功能。而目前国际上就是以参与型的存托凭证为主。而存托凭证的另一种方式区分方式我们是以发行市场来区分，我们刚才是以参与不参与来区分，现在是以发行市场在哪里来区分。首先是台湾存托凭证，前面有台湾两个字，代表的是外国人来台湾发行，它的交易方式与国内股票其实是一样的，一个交易单位就是1000股，就是像我们股票一张1000股，它的升降单位涨跌的幅度都是比照我们上市的股票就是涨跌只能够上下10%。而目前台湾存托凭证的发行，我们是以公司参与型为限，像是我们常听到的康师傅 DR、 美国医疗 DR， 还有他们之间后面都有一个 DR 就是 Depository Receipt 这个代号。那第二种叫做海外存托凭证，海外存托凭证就是台湾的发行人到国外去发行股票，那如果我们到美国去发行就称为美国存托凭证，简称 ADR， 到欧洲去发行我们就简称欧洲存托凭证，简称为 EDR， 如果在两个国家以上发行我们就称为全球存托凭证，我们简称 GDR。 比如说台积电它就有发行 ADR 到美国发行，鸿海就有发行GDR， 就是全球的存托凭证。而存托凭证对于发行公司的优缺点为何呢？优点就是它可以有增加筹资的管道，它到国际市场上去筹资就可以增加国际的知名度，所以像台积电在国际上是非常的有名的。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的承销费用比较高，它的发行成本比较贵，而且必须要考虑汇率的风险那存托凭证对投资者来讲其实也有优点。第一个，我可以不受限语言，不受限交易制度，我就可以买到外国的股票。但是缺点呢，其实我们对于外国的发行公司不熟悉，那风险是相对高的就像是我们投资台股都有可能投资到这个地雷股，更何况是去投资国外的股票。再者，海外存托凭证它的市场是比较小的，它的流动性是比较差的，如果市场要崩盘的时候呢，你得要赶快卖掉，可是呢可能会有一点点难卖，因为它的流动性很小。接下来我们讨论股票投资的风险，包含系统风险跟非系统风险。首先，系统风险又称为市场风险，它是会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包括利率、汇率，还有物价波动、政治因素的变化。例如在2018年中美的贸易战属于不可分散的风险，我们的上证这个
中国的上证指数、深证指数都下跌了近20%。而关于中美的贸易制裁，可以看到美国对于中国它增加了贸易税，第一轮是340亿美元，而第二轮这个160亿美元，第三轮增加到2000亿美元，而2019年的1月1号，关税甚至会提高到25%。当然，中国也不甘示弱，对美国有一些做一些贸易的制裁。中国、美国股市的股价都受到影响，当然，我们新兴亚洲更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营运风险是属于非系统性的风险，也就是企业是否有竞争力，包括公司的品质、生产规模。像我们的统一超，它的门市超过5000家，在品牌规模上它都建立了进入障碍，所以它的营运风险就相对低。但是科技业像宏达电，它的营运风险就高咯，股价曾经1300，现在只剩下40块钱。当然科技业也有好的，像专精于利基型的产业，它就很容易进入竞争优势，像电源供应器的台达电，像是光学晶片的大力光。那第三，它有流动性的风险，它是属于非系统性的风险，是投资者他想要脱手的时候卖不掉股票的风险。流动性越高，当然我们愿意投资这一档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意愿就会越高。而台股在2018年8月底的时候，每日成交310万张的，就是这个。但实际上超过10000张的成交量的公司只有少数几家，包含友达、台积电还有鸿海。那甚至有一些公司它的成交量很少哦，比如说和邦在2018年每年的成交张数不到2张，开禧乌龙茶的德记还有苹果西打的大饮，平均每日的成交张数都在30张以下。而这类型公司它的流动性风险就很高，系统性风险它是没有办法分散的，但是非系统性风险可不能分散呢？答案是有的，它可以透过多角化，你只要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分散到不同产业、金融业、传产等，就可以降低非系统性风险。因此非系统性风险的曲线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负斜率的，它随着 X 轴的投资组合数目的增加，我们的 Y 轴的风险的数值就会降低。最后呢，我们再回顾本章的重点。第一就是普通股的特性，普通股呢它可以分派盈余，它可以做剩余财产的这个分配哦。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特别股，特别股呢它的盈余权分盈余分派权还有剩余财产的分派权都是优于这个普通股的股东。当然呢还有很多不同的限制的条件，而在特别股的部分，刚才我们也有介绍到是不是可以赎回，是不是可以卖回。而对于可赎回的部分就是公司它可以赎回，对于可卖回的部分就是投资者是不是可以卖回去给公司哦。那第三种我们介绍存托凭证，存托凭证我们介绍参与型跟非参与型。参与型就是你有筹措新的资金，所以当你有筹措新的资金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公布你的财报的资讯，公布你的业务的资讯。而非参与型的部分，这时候我们就只是把股票拿去卖给了外国的投资者，那外国的投资银行他才去做发行，所以这个部分他没有筹措新的资金，所以中间呢我们的审查就会相对的很比较这个松散。那台湾的存托凭证就是这个海外的存托凭，台湾的存托凭证跟海外存托凭证的部分。那最后股票的投资风险就包含非系统性跟系统性的部分。最后感谢各位同学的收看，那欢迎下次再见。